何宽亮，有，怪不得周班长会说你是睡梦罗汉。报告排长，我刚刚没有睡着，我只是打哈欠而已。理由那么多，我真服了你。一次打10个。又要？换一个。志明，站着。废话，动作快！你这什么姿势？班长，指导一下。站着练习，枪托敌颈肩窝，鼻尖轻触拉比，撑好。是。什么？哎呦，班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山上来的啊，山上那么多动物，我在以多目标训练。还没有？刚刚班长是这样教的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你干嘛这样做？帅啊！帅？我看你是油，油腔滑调啊！你干嘛？油腔滑调。秋瑾，起！涉及预习，在那边给我嬉皮笑脸的，干什么东西啊？你不想上课是不是？到后面去给我站着！瞄什么？看前面呐、啊！眼睛还没给我乱瞄。自己说油腔。何宽亮，你在看哪里？